酷吗？酷，帅吗？哦。喝了，喝了是不是？啊！好，好，好，真好，幸存回甘呐、啊，好不好？突然间诗兴大发，怎么？纯的吗？好纯，我需要一点水，需要水吗？你们一个人表现的完全不在乎，一个人表现的好像吃到跳跳糖，我不相信，请给我一匙。我觉得你要试一下。哎，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是缸子打开，然后。你刚没喝啊？第一口香醇，你刚没喝、啊，喝了怎么会没有？第二口回甘，第三口想再继续喝一口纯酿的葡萄汁。嗯，搞有，你的是葡萄汁，你谁的？我喝一口汁了。突然间诗兴大发，哎呦，停一下了啦！来来来，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只是人人花，而今七字都变更，七七都更，柴米油盐酱醋茶。哎呦，大干杯，大干杯。刚刚那首诗是我把清朝的一个举我跟你讲啊，你这样尝的时候，你觉得说有一点点咸，对不对？那李敏这个舌头，其实它会回甘的，它就是一个回甘。我们今天呢是来挑战手工酿制酱油。学长请进，欢迎学长，欢迎。Hello， 学长，大家坤达你们好。这一位学长他是这样的，他应该是哥哥的弟弟，所以就是弟弟。对，就是弟弟。有一次啊，我在一个座谈会的时候，我曾经跟他的哥哥见面过，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呦，还有人在搞一个这么不好意思啊，这么不赚钱的生意啊。我跟你讲，你自己想想看，只有这几缸哎。他就轮流的这几缸在那边弄，年产700多瓶，是不是？啊，没有没有没有，最高等级是一年80罐而已。啊，对，不好意思，80而已。学长带来一个容器进来，等一下试喝是用那个喝。这是我们制酱人的手术刀，我们待会要把那个豆子给挖开。敢问令兄现在今在何处？他在煮饭给你吃。哦，哎，这个也要稍微讲一下，因为我当时我跟令兄啊在这聊的时候，你们是从酱油这件事情发展出一个个人的私厨是吗？对，杯雀餐桌。其实我们刚刚试喝的是一年，对不对？对，其实台湾酱油有一个特色，就是你如果不搅拌它的话，它会产生一种糊底油。那我们待会要吃的是7年的糊底，我们要往后走。我大概懂它的意思，对，就是你的脚放7749天，刮下来的那个皮就是一个精华。所以学长，7年是现在目前最久的一瓮。是是，哦，它这个米上面都有写很多东西耶。是啊，哎呦，我看一下。明红啊，欧刀啊，12月3号入缸的。对，什么意思？12月3号刚好是那个谁的生日？我结婚纪念日。哦，这一缸就前年。谁说我结婚纪念日？你这一缸买下来，这一缸只要20万就好。这一缸要20万吗？要要要。明红啊，欧刀，这是我们的农民，叫明凤。哦，挂醋上面一组，就是一半的盐水，一半的黑豆的酿造方式，它的适口性会比较好。对，确认确认，我看到。台南果喝。搭是什么意思？干式干嘛？干式是台湾最传统的酿造方式，因为什么水都没有。对，干式的原汁它是又更珍贵，因为椰翠最挂挂了，所以它的原汁是稠稠的。啊，那个豆子呢？豆子会再加水去煮，它就会变成酱油。哦，这个量会比较少，对不对？对，这个量会比较少，然后它的香气会比较浓，可是口感很咸，所以大家会比较喜欢吃这种半水，就是适口性。对对对，它这边写这个东北。青芹黑豆有青芹跟黄仁没错，那它不同在哪里？青仁的话油脂比较高，黄仁的话是蛋白质比较高，所以一个它可能会在酿造着重在香气的部分，一个是在口感的部分，油脂的香气会比较高。这个哎呦，这学问学问比较高。有的刚很浪漫写一起好好过 ，Baby J love you。J 没有 ，Baby I love you 啊，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因为哈，我们酿造的方式一定要日晒，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写一个祝福的话，希望它可以好好的。哦，这样子啊。那所以像盖住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其实是透气的，水的几率。没，我们给它台风了，只要看到哈，这个瓮它是水泥盖的，就是有被掀翻过的。哦，真的哦。对，它是后来我做的。爸爸，爸爸，看到没有，爸爸？所以爸爸也在做安门斗。没有啦，水泥狗天才而已啦。啊，天才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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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是有是有。那边有一个荔枝是什么意思？
对，黑龙江荔枝，所以这有黑龙江黑豆跟台湾自己本身的黑豆。对，台湾它有一种荔枝的香味。哎，我真的很好奇，因为如果你这样每天这样在煮在炒，对不对？对，你会不会很喜欢喝酱油？我小时候跟大家一样，觉得哇，我们家酱油怎么那么咸？本来比较喜欢吃那个早餐店那个酱油膏，可是长大之后才知道啊，因为我们家酱油是好的，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加。对啊，因为酱油膏里面有加沙拉油，是加糯米。糯米啊，是加糯米。阿公就是讲，是讲阿公中破山了。我阿公的，我阿公不一样。然后其实你们在这个瓮厂会闻到一点有点甜甜的味道。哎，说长这样哎。哦，出脚了。对不起哦，你现在这个缸这么大，对不对？我以为你这样打开的时候会这么高，原因是因为哈，台湾的酱油不搅拌，所以它好的成分比较重，还要往下沉，代表它已经取过一次了。对，它已经取过一次了。你看它上面有这个的痕迹吗？哦，对啊，痕迹，哇塞！对，哎，我跟你讲，你这个拿一点点起来，我马上做一道辣炒荷包蛋，不得了。辣炒荷包蛋，你们家有没有？你们家有没有那种明火这种？用这种火？有。哎，刚好有的。你是不想要？都有。那我们就滴在这个壶口上面。嘎咕嘎啦酱，是有点咸，是，但是这个咸不会让你不舒服，会让你有点口渴。哦，对，就是你会分泌那个口水。我觉得跟传统的差蛮多的。你一开始进去的时候会觉得，哎，它是咸，但是后来吃完之后会觉得，哎，不咸。这个酱油是活的，来相试看看。哇呀，你怎样一说？要吸水。再一个。哎，续滴耶，好喝。通常会续滴，就表示说它肾脏出问题。不要那边乱讲，我肾脏的太怕，太扯了啦。还要再一滴吗？哎，这个跟一年的差很多哎，它的味道是从舌尖蔓延到舌根。我可以再喝一滴吗？你要不要去洗三滴了？你要不要去洗个？你已经赚300块，这样就300了，没有一滴100。那目前来说，这里面所有就这一罐应该是最有价值的。对，那我也再一滴好了。刚一年的很像年轻的小伙子，很强。这个就有点像阿公走到了人生的极致的那个点。也不是，我觉得他有点壮年。哎，我觉得你这个可以出那种精致的瓶子，那种。我正想说，他这个用在那种高级料理应该蛮屌的。寿司店里面可能不会有七种酱油，说这种酱油欧托罗最屌，这个是鲑鱼，而这个是炙烧。这一直我们想做的，就是希望有一个职业叫四酱师，告诉你这个酱油的产地，告诉你怎么用这个酱油，就像品酒师一样的。然后他们就这样干杯呛。你这种也可以有，对啊。你这个好像是以整个亚洲来讲，酱油文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而且我觉得超惊讶的是，全世界只有台湾有黑豆酱油，只有台湾有，对，只有台湾。日本没有吗？日本有，可是它就一点点，风土味就是豆麦酱油。豆麦酱油，麦是什么？黄豆跟小麦。哦，我懂了，它比较偏褐色，很屌。这是让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酱缸。哎，102年8月5号，哎，欸，我算错了，算错了，八年多了，八年多，哎，再来一口，我看。我头发有掉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可是你肾脏掉出来了。对，不要乱讲，不要乱讲啊！喝了酱油界的少年呢，也喝了酱油界的中壮年，他开始工作了，带大家了解一下酱油的诞生。纯手工酿造，柴米油盐酱醋茶，酱油。最主要就是一开始我们要煮豆子，煮完豆子之后放入曲菌，那个制程叫制曲，制曲，制曲，就是把曲放到黑豆里面。那发酵完之后，我们会经过6个月的日晒，最后就是柴烧，柴烧的时间大概8到10个小时，就是用那个有没有大灶？每一缸都要柴烧吗？对对对，所以其实6个月是我们做酱油在这边的基本款，一般的是4个月，是，然后我们家都会放6个月，六个月完就是 baby 等级的。该不会6个月后我们要再过来这边？正常的单位一定是这样的嘛，就是要6个月一年嘛。还是我们7年后再来看呢？对嘛，你来吧。那现在呢，我们就是把这个呢打开之后呢，要甩进去的。我示范一次，我甩一个我看看。它就是这样子。哦，这不差，我不用我当呢，没波子当哎，波子当哎。所以这个都是洗过的，对不对？这个是台跟平常泡还是什么？不太一样，这个比较大颗一点。
哎呀来，给俊杰一个位置。俊杰，你要拍啊？俊杰是我。没啥，就给乱拍。俊杰拍得很好，谢小姐。OK。啊！我们要起，最后一代了。哇塞，这个根本就跟那个美国队长一样的，要不要这样拿看看？可以耶！哇！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其实全部从一颗黑豆到最后变成一滴酱油，有16道制程，16道制程，然后一个礼拜就会循环一次这样子。泡豆、蒸豆、酿豆、制取完、发酵大概4-5天，加上6个月，把豆子取出来，第一次采烧、过滤，以那个地缸的压榨，采烧第二次，冲填，然后再高温杀菌，林林总总有16道。像这个煮好之后，我们焖了1个小时。手不能摸，手不能摸。对，这个还很烫，这很烫，这很烫。好，我们先看看我的 GoPro 到底熟了没有。好、啊，真的假的？假的。哦，会。演死我。看看，哦，啊，这，啊，这，吃看看。嗯，哦，好吃好吃，哎，好吃哎。有没有栗子的味道？有，完全有哎。啊，好烫，啊，好烫。这个闭眼睛吃可能会回答栗子。来，彤彤，我来示范一下哦。这个时候要很小心啊，手伸进去的时候会烫哦，这边都超烫的。好，要小心，要注意。哇，轻轻的，对，现在身上一直冒汗是正常的吗？当然啦。夏天在这边工作的时候，我才是这里，我晒两光。一定。我发现它这个蒸汽这样冒出来，我脸现在变嫩，我觉得脸。哎，你看他这个做了多久？他拉起来就可以走，他压到底就是刹车。这也是我爸做的，这也是他做的，对不对？爸，要不去申请发明家专利？这房子是你爸自己盖的？没有，天才而已。一个人比较好用，因为一个人，你看我就可以扣一下，哦，然后我就慢慢走，然后我再撑后面这边，哦，就不会那么重。感觉女生做这个皮肤会变很好。这样挺好，可是很粗重哎，就是我们的副作用就是身体会变壮。对，然后再帮我看一下，看哦，不会，那这样不会。睡哦，冲过去了，就2公里。没事，爸爸发明车，爸爸发明，有一些好酸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作慢慢做，其实也不错的。
他这个是一个慢工出细、我急不来的一个工作，是没有什么好急的。对啊，就是慢慢急，慢慢做而已，慢慢做然后等啊，对，时间到了下就好啊，就是这样子。然后每个步骤把它都要做得很仔细。不当现在冬天的时候，你如果没有耐心让水泡久一点，你起来豆子就不会这么好吃，对不对？对。真的很适合做酱，来了，刚好也姓谢，对，谢家人的产业，谢家人的产业不错，真的是昔日王谢情谊啊，飞入寻常百姓家，嗨，为什么搞得好像你是这个工厂的厂长？他们两个人来到一日系列，他为什么会这样？真的，你给这么快吗？你今天讲是什么话？就是我其实到哪里就是一种有一种领导的气息。对，怎么会这样？懂不懂意思？腐败的气息，怎么会是腐败？不信你看，你现在站着没事对不对？手往后面一插，来，往前交叉，不得了，还叉腰，叉腰，每一个都不行，快点做事。我来，给你击碎他，打破他，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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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这个阶段是要放曲粉，这就是俗称的曲粉。对，其实这个只有50公克，它就可以用180公斤的黑豆。180公斤，可是因为它太少了，所以我们还需要用这个米糠扩散它的发酵面积。那一般在日本都是用面粉。等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你觉得你帽子戴得太低，图谋不轨？怎么了？看不到你眼睛过分。因为我刚从侧面看你的时候，你有一点生气的感觉。那现在我就把他们两个搅拌在一起。这个其实早上我们已经炒过，已经杀过菌了，可是要小心哦，因为它待会会整个喷出来。这个菌是怎么弄？它其实就是可能有那个菌之后，把那个菌养在米上面，然后最后再把它敲下来，这样扩散它。那这样要敲多少？好，来，倒进去哦。哦，这个很硬哦，慢慢倒。先倒进去，我们再来搅拌。为什么看到跟沈哥都不约而同的展开？因为刚刚有一些飘出来。它每个都有一定的量的哦。我刚明明吃素，为什么这么想睡啊？你想睡跟吃不吃素屁的关系都没有。我不是想睡，我已经睡着了。喊几下。可以。这样大概30下，它就均匀了。其实还蛮可爱的。这个再拿一个盆子，它把它放上去就对了。对，一桶这个再一条，这个就是这个的冬天的量。哦。对。我先示范了，就先用出一个三股，待会就直接往外推。哦，就像我们刚刚那样子啊。这个先要再盖一个上去，再盖一个。哦，我懂了，是这样一个一个盖上去，这样子，然后再弄一桶。
来，你来，来炒，交给你了，来啊，动作。那两个人要同步，两个人要同步。这什么画面？怪呀！怪呀！来，弄出来。不好意思。体验一下。你为什么变厂长？你要变厂长是怎样？是不是有点像健身？甩那个绳子有没有？看他过来那个手势，看他过来那个手势。先休息一下，先暂停一下，你过来一下。怎么样？我从头到尾在工作，你在干嘛？为什么讲？我在外面被猪粪。这样子，这个叫提神。这么做。学长有曾经在搬这个的时候洒在地上，也是有水。常常抱歉。水有些时候他，有些时候有一次那个酱油汁都已经做好了哦，然后我们两个这边鬼烫嘞，那个已经到最后了，我靠。然后我们两个就看到就说，哎，不能跟爸妈讲，对。然后刚好是那时候只有我们两个在家，他其实不是没有发现，到现在还不知道。到后来都是我们两个在做酱油，尽量让他不要来现场。这次希望他不要看。他先拿一个那个细细话这样子，你顶下去啊！你放我顶到那边，谁我谁欺负？快走喽，走，白哥要走喽。白哥这音吃不错。白哥来来，啪！你要疯到顶了。哎，这是什么意思呢？碰不到。差一点点，你才弄得到。为什么你才差我五公分你就弄得到呢？好像不止五公分。真的吗？我跟你差13.5。这边就结束了，耶！我们这边最贵的产品，最贵的酱油，1980，500毫升。我下次我需要用一个试管，有没有？这样才不会浪费。目前大概要等2023，想买还要赔到2023，这真的是厉害。哎，我就开动了，看到姨妈，哇靠，哎，好好吃哦，嗯，这看就知道很整体哦，哇，好好吃，这个菜真的做得太棒了。发酵已经多久？大概4天5天。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取下来，我们到前面要去洗洗那个曲。局长为什么要洗掉，丢着不管不行吗？因为如果那个曲你外面没有洗掉的话，哇，今天刚有鸟。老一辈是说要把那个曲的味道洗掉。那依照我们的经验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洗得干净的话，未来在酿造过程那个菌比较不容易发生不好的变化。好，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取下来。这是之前摆了4-5天的，还有一些温度这样。为什么会有余温？它会产生的生物能。好，那我们就先来搬喽。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把它叠上去吗？叠上去这样子。来，那后面我扶着背。因为这几天天气大有变化，这个是我们第一批全新的黑豆，我们正在抓它的特性。它其实可以长得更漂亮，就是它其实会长得全部都黄黄的这样子。这个是不是叫台呀？我弄叫地杠，哎，地杠，地杠。这手可以摸吗？待会就可以了。它现在闻起来是怎样？没有，没有什么太大，没有味道。这如果酿的不好的话，其实会闻到尿的味道。尿，阿摩尼亚。对，阿摩尼亚。不好去了吗？那个味道？它其实要拿去丢掉。就不行了。不行不行不行。就挂了。就挂。你曾经有出过这种鸟事吗？有啊，因为温度太高，它就坏掉了。
不然我先示范给你们看一下。好，请。那我们会先这样子。这个粉就是取的，对不对？对。那这算少的。我们有没有眼镜？这样就好。对，就是把它弄松。用松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倒到这个里面。先倒这个。一个呢要有三个，一个。我就需要。有点都没有掉出来，好厉害哦！我们就掉一颗就有了。好 ，OK， 哇，好功夫啊！送。全部都出来。这边随便记得是哪一个有传的吗？掉太多哈！哎，我发现啊，你们炒这个好轻松哦！哇，这笋嫩，你看这是肿了都已经。来个需要我示范是给你看吗？只动一只手嘛，就是叫它变成一条线这样子。你来。就会自己掉下去，不会掉出来，死过了，久了就会了。你看不好炒吗？啊，真的很难哎，很难的。再让我多炒几个试试看。先加油，要大力一点。你们为什么不弄大一点的桶？它有一个巧劲，奇怪。米粉疯狂，米粉狂热，白干就做的又好啊，米粉不行了。什么叫法哥做的又好？可以可以可以。你们猜看看这样几个瓮？四五个瓮吧。三个瓮，五个瓮，两个。啊啊！你看我猜三个比较接近。对，这么多豆子才两个瓮，这多难赚。对，你一瓶卖25,000，他都快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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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你那手的皮肤感觉变了，待会大家可以摸我的手看看。今天也算好起了。为什么还有好起跟不好起？因为这次的蛆它没有长得非常的强壮。强壮好还是不好？有好有坏。太强壮的话，你外面蛆不好起，到瓮里面就是很容易坏掉。我现在手嫩到一个不行哎！等下你手过来，我真的嫩女生的手，摩擦力完全消失。我自己摸我都觉得好恶哦，超嫩的，没有摩擦力，怪。
光手指头开心啊，或者手没有摩擦力就开心啊，啊，笑笑嘛。难抖的原因是因为手太滑了，对，手太嫩，手太嫩了。你看，大功告成。现在洗完之后，接下来该怎么样？我们会放一段时间，让它温度上升，然后我们才往下。一般来讲的话，要七八个小时。好 ，OK， 好了，OK， check it out。今天用的是干式酿造，你必须在外面就把盐跟豆收好，对，收好倒下去。你看刚才空的缸声音是这样，对，里面有东西。我跟你讲，我真的很想表演一套拳法，因为我真的很想这样抬起来，然后呼哈哈这样子，我想看。你刚刚就是你是在缸里还是缸外？缸外啊，缸外。我又不是演的吗？钢铁人。钢铁哇，蛮浓的盐呢。这是哪里的盐？这个是澳洲的海盐。这个盐我也蛮熟悉的，盐田子女来了。黑豆这边要六瓢，然后一瓢盐，搅拌完就下下去。哦。好，就开始搅拌。哇，哇，好咸哦！你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就是酱油是用这么多盐下去酿造，所以它的口感一定是咸，它很难是甜的。这个速度啊，可能会做到大概明天早上。一样的动作，可这个孔就比较小一点。哇，这个这边就不能再喷出来了，因为这边喷出来就是没救了，损失。抖一抖 ，OK。你们要试看看吗？对，先不要，不用。你那等下这一锅绝对没鬼，不想要浪费。看，这抖起来真的是有学问哦。对啊，做久了就可以了。睡哦，睡哦。来，来，接着看。要来练胸，太棒！那是馆长，厂长，这个工厂商，哎，你的非常好，啊，不要讲这个，好，好，应该要做这罐好了，这个帮你拍一张跟这个钢琴。你扶住这个缸，你扶住这个缸，我教你，你所以你要从外面扶住这个缸，然后你就说，网友你们看，我是扶缸一勇，哦，赞就很多了，是不是不知道这个梗哪来的、啊？我知道啊，谁？富刚义勇啊，网友哪来的呢？这是谁啊？他写那个的、啊，哪个、啊？画那个富坚义勇啊，那个
个富坚他哥哥啦，富刚义勇啊，富刚义博啦，富刚义博，富刚义博啦，富刚博。最后一个，加油！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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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这一缸老实说啊，大概可以产生多少利润？我们其实一缸就大概20几万，就20几万。对对对，真的是很苦的一个事业，成本还没扣。讲实在话，赚这个钱，他觉得有这个意义在。一方面是他，比方说从阿公下来一直传承的一个技艺、职人的精神；再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把一个好味道留下来，是是，对不对？也同时是一个技艺，对，是技术跟艺术，也是一个回忆。技能感动 Andy， 所以讲这样这两个一天下来，有办法加入谢家人吗？我跟你讲，不用他，我已经是厂长了，我已经是厂长了，我已经是谢家人，谢谢家人，那什么问题？来，台哥宣布，你今天做到了。哎呦！哇，风刚给写点东西耶！是是。这边要写谁下午？名字啊，台哥的名字贴在问外面。台哥要走，相当不 OK。不亲了，没事了，入缸了。耶，掌声鼓励。辛苦了一天，辛苦了，真的是辛苦了，因为真的是很累的工作。不是，他也不是说累，他就是有一种慢慢完成它，那过程蛮疗愈的，其实。大哥已经学到你的真传了，没有在管，没在录，先拍再讲。我做，他才会跟着。好了，学长，他们两个表现是满意的，对不对？是不错。好了，台哥宣布这样，因为学长他这个回答很完整，但他哥哥进来，哥哥他是这样，因为我跟哥哥他是有前面有一面之缘的，他很早以前就曾经写信给我，请我们来这边要拍这个缸，真的、哦，还有我写的，很早很早，就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居然遇到他，我说这东西不错，可以拍啊，然后他说缘分，其实我们很早就想拍，然后就跟我讲说，他们的当初的一个年轻人，他们为什么会想回来承接这个家业？看到爸爸妈妈年纪大，然后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不传承下去，后继无人，他们也觉得很难过。希望这给我们一个启发，我们会努力，好不好？谢谢两位。好了，大家宣布吧。宣布了，来，一日酱油池人，不是宣布半年之后这笔集合，掌声鼓励。半年后见。能够到这个节目拍要差拉长达半年。好了，那我们就差不多半年之后见了。半年之后见，好不好？半年之后见。OK，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可以说是时光荏苒。白云苍狗，太屌了！一下子我们时间就到了开缸的时候，半年就这样过去了。实际上这样的话，我们酱油六个月这么浓郁，可以怎么使用这瓶酱油？说实在，这一瓶我先把它设定在站，所以咸度不会太高。哦，可是因为我要让它香气浓，所以待会已经香惨，我现在都闻到香惨了。因为这边就是大家的味道，而且原来是干的，但拿起来里面是湿的，里面是已经出水啊。你要挖到底下就会看到出水了。可是我们为了让它香气要更浓。那你这节录稿当然担心挑眼啊？那我们还要再买？没有，待会我们会有一个动作就是挑眼，这已经可以用了吧？可以用了。哦，你刚才脸为什么很像？还要再摆？因为他怕等。等太久。那我们现在开缸了，开吧。一二三，哎三。它形成一个保护膜。说实在哈，酱油的原料得在硬型啊，待会这个都还要再加水。真的是酱香味，哇，赞呢！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开挖喽。待会呢，我们就上面的粗盐，我们会先把它先挖一下。哦，那这个盐我们就先不要。它上面有沾一些豆子也算。对，就是没办法，比较没办法挑那么干净。它这个卖相相当的好哎，比较欧有雪糕。这个借我一下。说实在，这个有焦糖的味道，你们仔细闻看看。所以这个真的算是酿的，酿的真的好啊！哎，我光这样看就觉得好漂亮了，真的。
个酱油闻起来，然后你看到很多盐嘛，对不对？可是它其实香气是偏甜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挖的时候啊，蜜蜂都会靠近，其实真的会有一种焦糖的味道，刚刚真的有焦糖味道。因为其实我们要做一瓶咸度低香气浓的酱油，一定要再搭配半水式酿造的酱油，对，要混搭，要混搭，有点像 whisky 在调那种概念。我们不是 single 的，我们是复合的。破冰仪式，有没有超硬的？太硬了，有没有铁锤啊？我还真的很少遇到这么硬的锅。台哥不要再隐藏了，台哥不用再当年隐退江湖，传说中的铁砂掌，比划一下，来一二，来数到三个下了，来三，哦，有了有了，松了松了，锵锵锵，对对对，就这样子。哇！你看好吃脆啊！哇，已经做了！哇哇哇！很多人都会说哈，酱油的正确色泽是不破色。我觉得这个想法不太完整，颜色越深代表酿的越久。它像辣油，它其实已经到红褐色去了。いただきます。还好我还没吃。哇！你舌头尝到的时候，你觉得它咸，可是进去嘴巴之后，它其实是不咸。这个如果是我月底的话，我用这个热开水泡热，我觉得会一餐。没有这样子吃太贵了。对，我跟他讲的完全正确，我让他去喝水，对不对？然后走过去的过程中，真的是有那个。甘甜要甘甜哎，那个咸味就散开来了，对不？然后一样，这个在三桶满的，三桶满的。哦，对。走，你画上一点，那个写字的人就知道是谁。我们要负责，坏掉。快点啊，扣第一个。是，上次有扣吗？开玩笑。你爸是没有在跟你开玩笑，你开什么玩笑？接下来我们就要往里面走，往柴烧的部分。对对对 ，Let's go。那不然我们就一人推一台。好。Yesterday is gone. Destination nowhere. 然后待会我们在煮的时候，因为火起来嘛，它里面有很多东西，一定要有一个在那边搅拌，不然会烧焦。对，像我们烧这个酱油啊，用柴就是火花外线有点影响。我觉得那个不是直火，跟是直火味道其实有差，还是果然有差的。像那个巧克力工厂，巧克力王卡，巧克力王卡，纸头，你这样把它可以沾，你把它开掉，对不对？对啊，那个盐啊，对啊，它超屌嘞，所以这样才会香嘛，然后不会咸。哦，其实你只要仔细看，台湾很用心的酱厂都会这么做。我们这一款酱油是特制的，因为一般咸度不会降到这么低。我们这个算很低的，对，会让人家沾。
对，哎，它这个罩它做得很好，第一个烟不会出来，第二个空气非常流通，然后火非常的旺，这个罩很聪明。这种罩叫抽风罩，气瓦都没修，你哪里？哦，这个太系统，这个太厉害了。它是泡泡罩，这个用抽烟的吗？没有，都没有啊。对啊，就自己抽出去。你看，后面有一个烟囱，这个真的很有水准的。可以来看一下。哦，这就行了，好乖。你看，这里都是凉的。加弄两个那个，结束。加弄两个。会不会？这个太厉害了。太厉害了，物理原则。这需要电脑动力。太厉害了，这个罩，这叹为观止。所以你们吃素这个其实不是宗教的原因吗？有一点点，但是主要爸妈想要有爸妈想吃素，对不同的生活。那你原来有吃肉吗？我原来就是从小一开始也没有吃素，就有吃肉。对对对对，可是我不夸张哎，就是这半年来，我真的非常想念你们。你是怎么样子不吃肉的？有没有一个过程？从很小时候就这样了。我记得小时候一开始是爸妈会带你去吃早餐店，那早餐会有那种汉堡肉，对对对。然后就忽然有一天，他说你不能再吃那个了。突然有一天，就几岁？那时候几岁？两三岁。两三岁你就知道了，而且你还记得。对对对，你真的假的？不能吃了，这样子。这个里面的温度目前大概在差不多45度左右。我们刚刚点了大概2个小时左右，到现在才被滚那边滚。那这个时候爸爸讲说是最要注意的时候，会掉片。那我们等一下就是要过滤里面的那个汁，那个就是酱。对，然后那个导火嘞，导火是还有汁，对，还要再压榨，再压。对对。啊，剩下的豆渣呢？我们加几起。我要滴酱料的，可是很咸，他会不会拌一碗面？会。对呀，我们因为宽外宽，正常的程序这个煮滚之后，在煮20分钟，然后放到两层过滤，对不对？对。这么大一锅，感觉应该要一天的时间。所以学长先自己先准备了一锅，已经放凉了。没错，而且这个就是也是台哥他们做的，同一批先拿起来煮。哦。对。哇，今天过去那一边是不是会烫？这我已经先拆了。大哥来了。不是这个皮肤会比较好，我会熟吧？要不要我来，都我来。大哥小心啊！小心哦，小心哦。大哥小心啊！其实也没有很烫，对不对？哎，你穿短裤，你小心点。还是我来啊，因为比较厚。好啊，好。哎，这好像卤肉饭。好像卤肉，它其实这个豆子压榨的汁还要跟这个过滤的汁合在一起，要再煮第二次。我们第二次就要调配那个可能糖的比例啊，还有咸度这样子。接着我会带你们先去做我们充电那一块。哇，我觉得很赞，意外的很疗愈。
其实有点接近豆瓣酱。刘医师，啊，是你这边好好聊一下。好了，慢慢的要接近这个最后的步骤，耶、yeah. ！我们的结晶就要在这个时候一滴一滴的像滴鸡精一样的滴出来。大哥，真的，待会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的冲填这个制程。好、啊，那我们目前的话还是用手工半自动的方式，就是用手去调节它的那个量。嗯，那 我先示范一次，可以。好 ，OK， 我看一下。那待会你们在冲填的时候，我会建议啊，你们看用一瓶还是两瓶就好，因为一次三瓶的话很难。然后很容易漏出来，哎，这要小心，因为我跟你讲，每一滴都是精粹。对，如果掉一滴，这样滴在地上，我就退点。然后呢，我补一滴，我补一滴。哦，三瓶，你直接三瓶。对，我也不敢开太大，就是慢慢的。然后我们大概会充填到，就是经过这个转弯上来一点点之后，就把它加进去。哦哦哦。我带带我带我带我。哎哎哎！过来过来！他刚刚一直说我也不敢三瓶，然后就突然就有加速，对。好，那这样 OK 吗？你们先用两瓶看看啊。再一两，我一次一瓶，我得把它滴好，滴满好。哎是。这管在弹掉啊，因为真的比较多一点，有多一点吗？没关系，没关系。不会，哎，不行，喝掉，喝掉，不要浪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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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点，一点点。我们是用滴在计费的。好，凯哥，哇塞！凯哥专注的神奇。哦，这我会搞错。掉太多吗？还可以，还可以。右边那罐是怎样？哦，啊！压错边了，你知道吗？可是凯哥才第一瓶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了。来。重新，起码看底价了，看底价，看底价了。上下两组，来，这两罐吼，来，这两罐一组，来，你讲，木药真正特别版 ，amber 啦，
龟清米酵节 Amber 哦，龟清，龟清，这是手工制作的，手工的哦，没差半年以上，半年，手工你敢看没有？今天你整集看下来，手续有多繁复？等一下，先暂停一下，我们要先理清，拍这一支主要的主旨是把台湾这种很优良的手工的酱油给全世界看到，保留台湾优良的这个技艺、这个传统。没有错。今天产生了一个木曜专有酱油，算是一个副产品。这副产品。对，目的不是说我们今天准备在这一把，不是不是。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刚好有做这个酱油，是刚好，所以我们是为了这个回馈粉丝。去年你若有看，点头写了出出出出，在你月二号开始做，这罐给你卖多少？这罐敢卖一千？这罐敢卖一千？一千就不是在交朋友换钱的哦。这罐免一千，免两百，两百爱啦爱啦，免一千，免九百，免三千，免五千，我你开偌济？那也愈来愈贵。这罐敢卖五百？安尼敢对？酱油回馈到消费者吗？唔免，即卖两罐一组，两罐。我你开偌济？九百，啊你敢对？唔对唔对，绝对唔使九百。情绪起起伏伏。哦，两罐我你开偌济？我你开，来八九九，啊你有送无？一组两瓶八九九，赞赞赞！网友call in，听网友怎么讲？网友怎么讲？两瓶八九九，我家门口酱油一千块了，一千。我妈当年买的那个，到现在擦皮鞋都擦到现在，她还没擦完。一九九太贵了，两瓶。不要在那边喊价、啊，我跟你讲，定价我们私底下来研究一下。来了，来了。那我讲一下这个标签呢、啊，它的背景是真的。我们刚在过滤那个滤布拍下来，你刚刚有在过滤那个布啊？对，然后我请我妈拉起来，我从后面拍过去。哇，这个就是晕染的那种感觉。对，这个就是酱油晕出来。我以为是电脑绘图，而是骗人比较高。对，太高了，太高。现在在讲你那边这边弄。对这个。你为什么这么冲动？快点快点！通常学长会先教我们怎么弄。对啊，这样一二三，然后一起贴力，哎，直接冲就冲上。短暂呢，木曜火锅，今天就是我们的诚意。不仅介绍一个酱油整个酿造的过程，什么叫做柴烧酱油？对，我们真正遵循古法的酿造的方式。所以这块是可沾也可煮。我们先设定在沾，因为我们咸度不会很高。哦，对，第一眼。我跟你讲，其实谢兄弟他今天做这一批有没有？他其实舍不得拿出来，他都想自己家里留着好好的用。讲，我跟你讲真的，我的感想。你讲讲。一瓶我都舍不得卖，我觉得这个价值，它的价值大于价格，这个不应该拿出来卖。半年前做到现在成品，其实蛮有成就。不卖，对啊，对啊，对不起对不起，刚刚前面讲我们都讲不卖。你看你像看，现在一直在刷是不是？一直刷，说什么不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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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说不卖就算什么意思？不卖隔壁棚特价2公升115。你幻想一下那个情景，晚上夜深人静，你吃个水饺，你看你沾一个木药，拿出来的时候那个感觉很好。但是你这个不是很珍贵，就会这样一滴一滴这样。你可能会去买一根试管。哦，这样子吃，你知道吗？没有针筒，没有针筒，每次呢洗，打到饺子里一点点。吃完饺子，那用太多。吃完饺子都是一碟，那个酱油都倒掉。对啊，要不杀，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就是不一样，这个不仅是它的材料珍贵，做工珍贵，更有我跟昆达的爱。对，我特别写了联名作品。哦，我可以写这边，先来木曜试操完联名作品。对，哇塞。怎么又不要什么事情？什么？我就问你，你的鸟到底要飞多久？奇怪了，莫名其妙。经过呢，历时将近半年，跟今天这样工作的这个情况，你觉得以后每年台哥都跟达哥两个来找你酿一缸酱，就 OK 吗？我们还希望说，明年或是后年可以有玛利亚酱。哇，那玛利亚。然后它有还是有玛利亚的酱香，感觉很香。做法还比较不一样，它是要先嚼一嚼，然后吐回去，利用发酵啊，口嚼的，口嚼的。好了啦，好不好？木曜酱油值得您珍藏，值得您细细品味。一日柴烧酱油酿造师，柴烧真的真的最传统的，真的是最传统。台湾的好酱油推荐给大家，推荐给大家。Thank you.
could feel it in my bones. There was something going on that shut down, hanging around, got old. Cause darling, there was nothing right. All you seem to do is lie. Those days are gone. I'm walking tall while you're alone. Took from me. I know that I'm so much better. I'm better off when I look at what I've done. Now that we're apart, when I look at what I've won, I've come so far. I know I'm so much better off. Now, baby, you don't belong. Your love was cold. But I'm just fine, I'm gonna shine. I'm alright, I'm celebrating my liberation. I'm moving strong.请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还有要记得关注我们每个人的 IG 哦。哎，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频道，有很多每个人都有 IG， 要关注哦，关注哦，订阅哦。等一下，没有你，哎，不是你不要这样排挤昆达好不好？不，好不好？是没有你，没有我，哎。订起来，订起来，订起来，订阅，订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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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